好啦，嚟到我哋呢個潮爸任務嘅 Mission 2 啦 ，Mission 2 咧就係要阿 Mandy 咧咁啊揾好多人咧就係簽名，就慶祝咧威尼斯人嘅生日嘅。咁啊頭先咧你喺 Run One 嗰陣時咧就贏咗啦，咁啊幅畫畫得靚啲啦。咁所以呢段時間咧我就會幫你一齊咧揾好多人簽名啦。好啦，我哋即刻出發。頭先好大班人嘅，去曬邊啊？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啊？喺生日卡度送俾威尼斯人啊！威尼斯人真係，就咁簽個名得㗎啦。嗱，生日快樂啊嘛，送好。唔該曬。好啊，小朋友都簽啦，得啦。生日快樂送俾威尼斯人。哇，簽中意咧？簽你個名。哇，好靚喎呢字。好啦，唔該曬。你出下聲先得㗎，好似我參加咁，大佬。喺邊度人嚟啊？香港人，香港邊度啊？你啊，香港我住曬。好似好順利，但係時間方面已經夠啦。咁啊，如果佢贏咗，梗係可以見偶像啦。我打開睇下有幾多簽名先，噔噔。雖然咧個過程都好成功，但係咧佢用咗好多時間，因為一個人喺度忙啊，唔知揀咩啊咁樣啊。咁一陣咧就要睇睇阿秋啦。如果阿秋贏咗咧，就可以見佢偶像小豬啦。我哋睇睇阿秋嘅表現先。秋啊，頭先你又話畫畫輸咗啦，因為咧幾靚啊，又會咯，又會輸咯，又會輸咯，輸咗都一樣要進行翻咧我哋呢個任務咧，即係要揾多啲人咧就係簽名啦。你未輸曬嘅，如果你簽名嗰方面咧贏咗阿 Mandy 嘅話咧 ，Mandy 先係14個，你多過佢咧15個就已經掂噶啦。咁你都一樣可以咧進行呢個終極潮霸。咁啊，所以咧呢個時咧就靠你啦。咁我都會咧幫你嘅，我幫你睇住啲人啦。好啦，行啦，快啲啊！好，今次呢個潮霸任務已經有結果啦！噔噔噔噔，睇睇兩張生日卡先。好，今次咧咁啊，首先 Mandy 咧就係14個簽名嘅，跟住你話呢度究竟數數數先啊？抽方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55、156、16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55、156、16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
出者就是阿秋，阿秋，恭喜你喎！多謝啊！我問阿輸嗰個嘅感受先。係啦，阿 Mandy 輸咗啦，有咩感受啊？唔開心。唔開心，你好開心。啊，你覺得點解會輸咧？唔夠努力。唔夠努力係啦。咁啊，直情好似咧冇講嘢，好似我做咁樣啊。阿秋，阿秋贏咗。阿秋，點解你會贏咧？覺得？因為冇你幫手。好彩啊！早知道我幫你手啦。好啦，都恭喜你啊 ！Happy birthday to Benjamin Park。